协商的问题。台湾的问题。嗯。你讲嘛？那就是。屋里真的没地方住了，真的因为生活困难了，屋里。真的不住了，所以。哎呀喂，你干那边嘛？暖流在烧你，给给谁嘛？嗯。哎呀喂，你干那边啊？暖流在烧你嘞，给给谁？你也怕冷了？屋里屋外你也歪。你这样一路以来，我都冷冷的看啥？你那家嘞，跳得真牛逼！你这吃吃照顾的，家家话，家回来，家回家。年底一波要钱，那人家都说不让你玩过，喏，你拿那来吧，你他妈没有牌了，打给啥？这人咋的嘛？他路大路就跟侬拉小的，他路大路拉小。你知道吗？爬楼楼，进楼，啥意思？哦，啥意思呀？哎呀，我的干那边干，乱他妈的，毛毛的，好吧？这都对嘛的呗？进楼那边我苦了地了都，我把牙骨嘛夹不了，我的后代，嗯，骨嘛夹不了，你那边肌肉烂的，他哈嘛不地，进楼一路工作的阿皮的，阿皮嘛地骨了，有你代表阿皮啊，我的那么麻烦，一把牙尖巴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哭，拉笑的在路上。你知道吗？没在路上拉笑的时候，没问问在哪不老实，在你不老问的在哪不老实。我提出去问。今朝我就弄来一样，所以，这不今朝阿定了不要。弄进我厝做阿定。今朝等你来嘛，等你这不不赢，今朝得等了不要。我上班里的赢，得等了不要。今朝你总问问着阿东老师吧。爹爹，我没他们过来，他老我没问。哎呀，你来问哪来？俺那老的看了都问。哎，我刚刚没看见呀，他妈刚一说，这老路不怕他妈一撞着。他这老路哎，踢爆了我。哎呀，说，大飞飞，俺该怎么？这老路注意点嘛的。嗯，哦，俺那老马路的看问他，路注意点。看那过来阿哥见识呀。你拿阿布在米修他的用，比如咱们那第一年年上人家米修这样么路，那么个玩意，真的啊！哎呀喂，你干了没嘛？啊，乱了在上你嘞，木料不带，真的没得玩。你来不来？真的也得看啥个呀？干啥子烂会对你阿木？干啥子烂？那玩意，啊，没俺个米过，俺路他嘛。哎，他爷爷，今朝啥日子了没？屋里都没有进来，路来往嘛，你哪么样？今朝他来嘛？那不路他嘛？你也把白菜嘛？今朝玉米熟了，他来嘛？玉米熟了，别那么看，那兄弟，哼，他要能力的，他多一个，那是也没那么多呢。嗯，我阿龙听嘛的，哎，今朝来他也那是也白嘛？今朝边上都没人呢，今朝屋里都没有了，今朝老早他来嘛？见了，热闹，喏，没喊没弄，还要变你的包。俺的米呢多菜，俺的米吧还要变包。挨着瓜谷掉菜，阿变米的，这米你米，哎啦，明明做，屋里包了，屋里毛头钱没留包，毛头我没花。屋里应该，屋里没配口味呢，就弄哪个？啊，我看屋里你没口味呢，就弄多了。屋里头没咋的呀，靠爸比了，好滴了。今年工人多了，高兴了，叫他们进来屋。俺也是呀，今年多的，哎呀，没多来个，滴了我们拿了我们。多嘛？他们屋里没咋的，俺们些米大都过来了，就那么问你嘛。就那多屋里，多，多，明年多。要去宁贡怕大爷走，要去宁贡怕大爷走。